你可以稍微把你的膝盖弯曲，或者打直都可以。尾椎尽量往后，脊椎尽量往前移，让你的双手慢慢的握在你家中的地板上，用力撑地来帮助你的身体尽量靠近你的膝盖大腿前。吸气，把双手延展到肩高，让你的尾椎继续往后，把你的胸口往前延伸，颈椎拉长。再次吐气练习，往前弯，双手用力撑地或瑜伽撑，让你的身体有更多的肌肉。吸气，胸口往前延伸。膝盖跪直，
小贝子一下成了鱼。阿公，贝子要过来。左手手指，阿公。右脚空间蹬。喂，身体前弯。椅子上来。双手合十在胸口，一二四，来一次吸气，身体前弯，胸口往前延伸，左脚弓箭，掌弓，保湿。鳄鱼准备下去，膝盖跪四脚跪地，阿公手尖，手肘，阿公左脚屈膝弓箭，身体右脚回球弯，椅子上来。三十好身材，回到双手合十，第三次拜师，身体前弯，胸口往前延伸，右脚弓箭。左脚回，身体前弯，椅子上来，三十五分，双手合十，第四次拜师，吸，身体前弯，胸口延伸。左脚弓箭，掌弓，保湿，膝盖着地，鳄鱼下沉，脚可以踩好地。阿公上来，注意你的肩膀，手肘，掌弓，行，吸，左脚弓箭上，右脚回。吸，身体前弯，胸口往前延伸，弓箭右脚，掌弓，保湿 ，hold住，低头，鳄鱼下沉，小背，阿豆起。往前，掌弓吐气，再推回去再往后，右脚弓箭，对，再走，左脚回，身体前弯，椅子撕上来，驼背哦 ，hold 住，非常好，好，三四，轮着，好，双手合十，最后一次准备哦。吸，屁股收紧哦，好，身体前弯，
胸口延长，眼睛要向前不下方。好，左脚一蹬，往前。右脚回，再往前弯。椅子式上来，hold住，对 ，hold 住。好，起延伸。当落步，先打压下去。当落是这一段要推出来，好像。
从外面提高3-2倍。
把我的右手拉过去，是不是有人可以帮我扭转？所以两个人之间的动作就是两个人互相用彼此的力量去拉对方的身体，让对方有产生一个借力、一个助力来帮他做更深的扭转。好像你们今天就会有对方用他的头动，对不对？或者是说两个人之间两只脚在空中那种做背动式的伸展，那种效果是比较好的。那你要相信，你要去学习相信你的伙伴。如果你不相信他，两个人是没办法合作。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即便是我们这种运动课程，你都要学习合作。很简单，你相信他就可以合作，你不相信他，你也没办法合作。那你如果不相信他，能够就你要相信他能够保护你，你就安心做。好，那下礼拜我们还会操作类似那种，但是是比较不稳定的动作。所以当你不相信你的伙伴，你就连躺都躺不下去，你会觉得对方没办法保护你，所以你绝对不会尽全力去做那个做到那个动作。就你在练习的过程中，你就会抓到彼此之间的默契。当你的默契产生以后，你就会发现哦，其实他没把我保护得很好，你就尽量躺下去就对了。好，那就会发现那个动作就可以做得很好，然后两个人之间会很协调，那个 balance 知道吗？有时候我们是利用两个人的体重去达到平衡，那如果其中有一个人不敢压，另外一个人就会倒下去，因为找不到平衡点。好，这样知道吗？所以你们看过很多一个扇形的打开，有没有？然后最后面两个人其实几乎是斜躺的，那我问你，他怎么敢斜躺？如果上面那个人不把他拉，就掉下去了，对不对？你看过那个游泳，它里面有一个扇形的打开的吗？那为什么最靠近地板的那些人敢那么接近地，那他就掉下去？因为他相信他上面的伙伴，他可以达成一个非常平衡的力量，然后再平衡。当然，这种合作需要练习，我们是两个人比较容易练习，三个人以上就更难了，因为三个人以上的默契就更难培养。人越多越难合作，因为他必须要相信更多人，他必须要达到更多的那种彼此之间的认识，然后才能够达到一个完整的协调。好，那今天透过这样练习，其实是有，但刚刚讲到第一个是合作的目的，达到合作的目的之外，另外一个其实是希望利用对方产生一个被动的力量，让你做更多的伸展，因为你自己做不到，就请你的同学帮你，好吧？